魔藤将军，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宇文陛下，带属下去查看一下，我们具体行进到什么位置。在我们学校呢也有好消息，三二班就出现了我们全市年度感动人物环保小卫士周歪歪同学，掌声欢迎。来，歪歪同学，感谢你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的努力和贡献，特发此匾作为鼓励，希望你再接再厉，做好榜样。谢谢校长，我一定会做好的榜样。露露到啦，感谢你的超能力，让我拥有这份殊荣。不是吧？那个，哎，张总，你好，你好，你好。总是不听人家讲话，总是在当生意。怎么总是会做同样的梦呢？哎，张总，您放心，我向您保证，我上次犯错误再也不会犯了。张总，我明白，您这是成就我，所以我一定不能辜负您。好的，张总，一言为定。好，好嘞。周歪歪，我还是不是你爸？走了，把门带上。本市今天将出现雾霾天气 ，PM2.5 为485。哎，老爸，怎么又堵车了？天天不都这样吗？今天又不是第一次。要不来点音乐呀？一起跳！
哎，我说你挺大个脑袋，你眼睛用来出气了是吧？没看见不要擦我屁股啊！你这画什么玩意儿？明明画的你自己嘛，谁能看得明白的？什么画的我自己？来来来，走走走，前后你过来。我告诉你，今天别想走啊！哎，不就是钱的事吗？给点钱不就完了吗？这样耽误大家时间行吗？甭着急，他们俩都不着急呢。那跟我能不急吗？你知道我是耽误一分钟，我少赚多少钱？老爸，我的纸条落到家里了。什么纸条啊？很重要的纸条。车堵成这样，我怎么掉头啊？没有啊。我不管，那个纸条很重要，不然我就上不了学。那我没办法，你能掉头，我就把车开回去。你回去，我就跟你回去，行吗？不就是堵车吗？生活就像一杯茶，要学会细细品尝。喂喂，什么？书包。谢了，老爸。大钻头，每次一有好事，总是给我搞坏。这个用无奈眼神看着我的漂亮女老师，就是我们班的班主任杨馨宇。在严厉的工作态度下，藏着一颗善良的心。同学们，成绩单已经发到大家手上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次的模拟考试就告一段落。虽然有三位同学作弊得了零分，但是我们班的总成绩是全年级第一名。所以啊，我们班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今年野外活动的首选。在这里呢，我有两点要说。第一句呢，就是希望同学们在这次活动当中锻炼你们的自立能力和野外生存能力。第二点，希望你们能够走进大自然，拥抱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当然，我的话还没有讲完，要讲的是我们这次活动的内容和规则。我们的内容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规定的瓶子，数量是四个，每五人一组。像这两会转，那转一转我们队是否能赢？校长总共说了14局。我去，手中的求救信号只能用一次。所以现在问问我们的同学们，你们对这次活动打这次仗有没有信心？出发！
我们的第一站。是队长，全部从这里出发。为什么？你不听队长话，现在蜘蛛也没人拦你。我跑不动了，我真是跑不动了，我是实在跑不动了，我是让你现在立刻马上跑。你们在搞什么鬼？我们不是在搞鬼，我们怕鬼在搞我们。走。你们跑这么快是在搞什么？搞鬼！那谁是鬼？啊，我是队长，你们得听我的。为了提高比赛的速度，阿凡达和伊克林一组，我和小灵通一组。现在是2:11，无论找到还是找不到，5点准时在这里集合。那鬼呢？鬼留下准备露营。对讲机打开，随时保持联系。出发！这样嘛，就可以保证了是万无一失，啊！来，把3号镜头调给我看看。好的。土豆说：“我是地瓜。”土豆说道：“你们小心，别让大蒜头跟上。”是。一个小时彻底甩掉大蒜头后，我们在原定的地点准时会师。是。走吧。我来。Thank you.
阿凡达，你头戴湿的。我没有。那这是什么？我这块糖给你吃，你可不要告诉队长。那我吃，你吃什么呀？我这还有一块。宝宝，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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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怎么办？救救我们！小灵通，快发求救信号！户外怎么打？扣扳机！大姐，你在哪儿打信号呢？我害怕，我手哆嗦。大姐，你哆嗦不要紧，差点要我的小命啊！你快把我们的信号枪拿出来！就一次求救机会，我们怎么用？问你自己。哎，救人要紧。信号弹已经发射出去了，我们等着救援吧。大伙慢点啊，注意点安全。谢谢叔叔。不客气。他们终于得救。啊！
么知道？你快救我上去！我怎么救你啊？你把包里的绳子扔下来。哦。你还不上来？大姐，你倒是抓住绳子的另一头啊！哦。爷爷爷，没有着，没有着。嗯。地瓜地瓜，我是土豆。地瓜地瓜，我是土豆。嗯？怎么没声音了？是不是犯规出局了？喂，我有办法了，我找到藤条了，我拉你上来。还去呼叫一下队长吧。土豆土豆，我是地瓜。土豆土豆，我是地瓜。不会是超出信号范围了吧？不会吧。既然我们呼叫不到队长，我们就去找他们吧。要是我是孙悟空就好了，想去哪就去哪。就你这体型，顶多也是猪八戒。我要是猪八戒，你就是白骨精。耶。终于修好了，盖。地瓜地瓜，听了请回答。地瓜地瓜，听了请回答。我是土豆，我是土豆。耶，终于连上了。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阿哥土豆，天边黑，我也不知道在哪。地瓜地瓜。现在用手电筒对着天空闪烁，看到请回答，看到请回答。土豆队长，我们找到你的位置了。好，你们迅速向我的位置靠拢。是，李果莲，咱们去找队长会合。好，快走。阿文达，阿文达，你怎么了？有人救我。太重了，我拉不上来。陆莲救我！小莲头，我们去救援。不要动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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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文达，李可怜，坚持住啊！不要动手。
你再这样哭鼻子，真的看到月亮了。我不想躺在胡同了，我想妈妈。伟大的思想家陈明，都得事先吃苦的。队长说的对，既然来了，就得坚持下去。陈振东，藤条，哎，阿布达，坚持住，给藤条。坚持住，抓住，抓住！追上！队长，他流血了，血。阿布达，队长怎么办？先给他包扎伤口。哎，队长，你们找到瓶子了没有？没有，我们已经浪费了一天时间了。我们怎么样才能赶上他们？哼哼，该我们各自拿出本领的时候了。知道了。不想回去喽，我人家是不是真的能回家呀？放心吧。好，西贝女王，这是我为咱们拉提卡星球研制的吉祥物，它可以为我们星球排除污染危机。好，你可是拉提卡星球第一功臣。谢谢。去，哎，嘿嘿，女王陛下，这个吉祥物是我一手研制出来的，我才是第一功臣。他不是第一功臣，我是，是我研制出来的，我才是第一功臣。这个是我研制出来的，是我研制出来的，我研制出来的，我研制出来的，是我研制出来的，我是第一功臣，这是我的，我的，你我的，我的，给我，给我，住手！你们竟敢把吉祥物扔出飞船！这不是女王，是他扔出去的，是他扔出去的，是你扔的，是你扔的。是你扔的，你扔出去，是你，你扔出去。够了，我们飞船现在的气体只能够返回星球。我们的吉祥物可是我们拉提卡星球的保护者，无论你们想什么办法，都要把它给我找回来，完成任务。不然你们两个就重重惩罚。是。跟阿凡达在一起太幸福了，我太痛苦了。大家早点休息啊，明天一早出发。爸爸，你看远处有人在放烟花，多漂亮啊。哎呀，那不是烟花，那是其他小组在弃权。弃权，现在搭帐篷。
长。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哎，你们也起来了？我也不知道。对了，这是老师给我们的提示。你怎么知道的？老师说过啊，在比赛的时候会给最差的一组进行一次提示。哎呀，你是最差的一组。队长，赶紧把它扔了吧。我不扔，我要留着，等我们拿到冠军的时候再还给他们。阿木达，吃饭。骗子。谁是骗子？你们知道我的零食答应我今天带我回家的。是答应你今天回家的。快走啊，我脚受伤了，走不动。别装了，看他真的是走不动了。我有办法。啊，这就是你的办法？怎么样？好吧，你不是脚受伤了吗？我们抬你走，快上来。好吧。阿凡达好重，哎呀好重呀。阿凡达，坐得舒服吧。有声音，疼死我了。阿凡达它太重了，我们抬不动怎么办？我还有办法。我受伤了还这么做啊？反正我是抬不动你，你也抬不动。哇，你看，我们赶快去找瓶子。我给你们吃零食，你们还这样对待我。这个红色的灯怎么亮得不停？平时不会就在这附近吧？我看看。让我看看，有可能就在这棵大树下，有可能就在这棵大树下。我们仔细一点找，一定能找到。分头找。昨天记的图标怎么没了？喂喂，那怎么办？锁定器的图标没了，那就是告诉我的瓶子就在这个大树跟前。仔细一点，一定能找到。分头找。喂喂，瓶子就在那。可是歪歪，我们怎么把瓶子拿下来？说的也对啊。我有办法了。累死我了。让开！我要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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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把吃了吧。猪八戒天天尽情的吃。
喂，这里面还有一张纸条。嗯，我看看。智慧什么意思？管他什么意思，先把核桃吃了吧。谁打我？这是什么动物？喂，这是什么东西？你问我，我问谁？你不让我吃核桃，我先吃你。哎，你咋别踩他呀！你走开！他不让我吃核桃，下次就要吃了他。哎，别踩！我要你们两个别打了！不让你吃，我就要吃！我是孙悟空，你不是孙悟空，猪八戒。唐僧，你就是猪八戒，你才是猪八戒呢！不让你吃，就是不让你吃！你太馋了！别打了！不让你吃，你才是猪八戒呢！我想跟你们玩，你不是猪八戒就是沙和尚！喂，动物见了！那怎么办呢？你长得像我漫画书里的多罗达拉，不然就叫你多罗达拉吧。你就是我的超能宠物多罗达拉。咦，现在看它怎么那么可爱了呀？喂，我们是不是该找下一个瓶子啦？别忘了我们的行动口号：超萌宝贝。就好了，为什么呀？该吃桃了。但是孙悟空吃桃，还有猪八戒吃桃。切，你才是唐僧呢！乖乖，小丁记得纸毒怎么没了？哎呀，笨呢！真找到了？肯定没有。瓶子就在这个范围，我们仔细一点，一定能找到。可不可以先休息一会儿呀？好吧，你一个人留下休息，只能休息2个月。出发，我们继续找第三个瓶子，分头行动。2个月太久了，还是只能到西北。智慧，勇敢，
就看他们能不能真正的领悟到这次活动的意义了。是啊，这次活动啊，就是为了锻炼他们面对困难的应变能力。当然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对于他们过于的溺爱，是不是了？反倒起到了副作用。没错，校长。那他们现在的情况，我们要不要跟他们家长沟通一下？可以啊。喂，老王，我跟你说，你那边工人赶快给我加班加点，该给人钱你给人家钱呐！我告诉你别当事儿，当事儿真给你翻脸。周总，办公室有您电话。跟你说了多少，除了张总以外，我其他话都不接，我现在只管挣钱，还不明白啊？嗯，是杨老师的电话。能不早说？他打你手机打不通，打到办公室了。死一个真能添乱，早点告诉我孩子是。哎，杨老师，我是歪他爸，你给我打电话了。杨老师，这样我把孩子交给你，你只要负责他安全，什么事都可以，好吗？这样我正忙着呢。杨老师过两天送点水果，听见没？好点的啊。老孙，你那边怎么样了？回去看看啊！同志，哎呀，哎，别跑了，你把，快开！你个，你是压死我呀！啊，你见过会说话的死胖子吗？没有。你们笑什么？笑什么？你们是不是学校派来捉弄我们的？什么？学校？这是什么东西？吉祥物在他们身上，赶紧追！你这个傻子，站住！你才是傻子呢！你站住！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傻子，起来！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死胖子！死胖子！你在哪里，死胖子？死胖子！胖子，你在我下面。快过来，快过来！哎呦，快胖子！哎呀，把我弄下去呀、啊、你！哎呦，哎呀，哎呀，你这么沉！我又在下面，啊！你这个死胖子，你想压死我呀你？啊！我跟你说，你以后去我三米开外啊！哎，什么三米开外？三米开外你不明白吗？哎，
子，找回吉祥物。找回吉祥物？哎，我也要找回吉祥物呢。啊！哎，三米开外啊！三米开外，我们星球是按米算的吗？那是光年。那就三光年之外。不跑啊！跑不动啊！往这边跑，我们就往这边追啊。那他们怎么不见了？我怎么知道？我们追过来，他们就不见了。哎，应该是去这边，应该是去这边。这边，哎呀，我们石头剪子布。好，等等，你说石头还是剪子还是布？剪刀。好，我说布。好，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布。我赢了，去这边。这边。哦，死胖子，你对。你见过会说话的死胖子吗？你。哎，大圣堂，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先不多说了，我带你们去个安全地方。跟我来。加油！不跑啊！胖子你啊，要不是你跟我抢功劳的话，我早就是拉提卡星球第一功臣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啊，你是第一功臣啊？要不是你跟女娲说吉祥物是你一手研制出来的，我才是第一功臣呢。你放屁呀你！你那是最后一道工序，这99%的构造那都是我研制出来的，你知道吗？是我研制的。哎呦，你还不服气是吧？嗯，你服气你？我研制的，研制怎么了？是我研制，是我研制的，是我研制的，是我，是我研制的，是我研制的，我研制的，是你研制的吗？是我研制的。大圣堂，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我等了你们一天了，也没看你们回来，所以我就去找你们。我在路上偷听到两个坏蛋说要抓住四个人，把东西抢回来，完成计划。他们要抢回什么？好像是他们研究出来的什么吉祥物，用来毁灭人类的机器。毁灭人类？他们还说他们是什么莱迪卡星球的。
吉祥物，拉提卡星球，毁灭人类。难道我们捡到的多罗达拉是他们用来毁灭人类的机器？啊！坏了，多罗达拉不见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把多罗达拉抢回来，阻止他们。那我们的比赛呢？我一个人去，你们留下继续比赛。我也去。队长，你不用看我了，我知道了，我留下来继续比赛。你只要找到第三和第四个瓶子，我们就是冠军了。阻止他们毁灭人类的任务就交给我了，比赛就靠你了。我们到哪里去找他们？哎，大松头，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带着多罗达拉去哪儿？好像是去什么中心广场，具体位置我好像不记得了。好吧，我们现在立刻休息，明天一早出发。喂喂，其实我想对你说，多罗达拉在我这。走，快点，等等我。哎，是个小鬼，怎么不见了？是啊，怎么没了呢？哎，你看，那个是不是？追！怎么回事？我是真的找不动了。好，先解决你的问题。队长，你有钱？哼哼，这是秘密。不过你们得听我的指挥，只要让我吃的话，你叫我做什么都行。好，你们跟我走。几位小朋友吃点什么呀？来十根油条。好嘞，您稍等啊。油条来了。您好，油条怎么卖？一块钱一根。阿肯呐，我要吃包子。那包子多少钱一个？五毛钱一个。那你给我来20个包子。好嘞。小朋友们，包子来了。
着咱们看。嗨，地球人，甭这样，表示有好朋友。我看不正常，咱们这耳朵虽然包浆了，我这嘴还露在外边呢。哎，这妆化它不起作用。什么不起作用？啊，这是统一战线，表明咱们俩一条心。军人不都这样吗？精神统一比化妆更重要。那我这嘴怎么办啊？怎么了？这，我说的是嘴，你捂眼睛干嘛？哦，嘴巴。等，算了。这么大的城市，吃个早餐这么难？哎。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我出去透透气。眼睛啊啊！你个犊子玩意儿，下来，快走！个犊子玩意儿，下来，哎，快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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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下，下来，快下，快下，下来，下来！你个犊子玩意儿！啊，吓死我了！他刚才说咱俩什么玩具？什么？咱们俩是在说你是犊子玩具？说我？啊！哎，你看。三个人，怎么了？他们三个人，哎，他们三个，快追呀！开车，开车！先跟我比飞毛腿，嘿！束手就擒！喂，他们抓我！是谁束手就擒啊？是你们俩！啊，我怎么把你们俩揍扁？哼，就是你，就你！哎哎，你跑啊你！啊，你跑啊！你跑！关键犊子，你干什么？把他赶走！我。拐卖儿童啊！不是我，你造的逃逸，我去国家，我惩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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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下边了。是。你俩不赔车，谁都别走。你说些什么呀？哎呀！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咕噜。赔车赔。杨老师，我可跟你说了，要是我儿子找不到的话，我可跟你没完。就是，孩子要是丢了，你赔得起吗？杨老师，你怎么给我保证的？各位家长，你们别担心。你们看这个视频，这几个孩子他们的行走方向都是在我们的监控区域，所以真的没有问题。好好的，搞什么比赛吗？你怎么跟我承诺的？你们孩子我藏哪儿去了？你别着急，我们肯定能想到办法解决的。别着急，别着急，不是你的孩子，当然不着急的。他们参加的比赛区域都是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他们真的没有问题的，很安全。行了，杨老师，你给我开个价，多少钱能把这孩子找到？是不是你向我保证过，让孩子是安全的，我才把孩子送过去的？他们应该是在我们的监控的盲区。有盲区你就安摄像头啊！没钱我给你，跟你说多少次没钱办不成事儿。对，先生，别碰我！你哪位啊？校长。校长你好。校长，我儿子丢了。我同情你。我说各位家长，稍安勿躁，一切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吵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相信校长，你们先回去。我保证，你们的孩子们一定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们，好不好嘛？怎么样了？还是没有消息。还是没有消息。赶快看一下监控。女王陛下，找到了。出来吧。叫你打我，叫你打我，叫你打我。这两个蠢货又做了什么手脚？哎，你说这地球人也太凶狠了，这，你说我跟你抢什么功劳吗？这是，都怨你。所以说嘟嘟答答是你一手制造的，你要不这么说，我把功劳让给你又能怎么样？你现在知道了，你早干什么呢？我哪知道，这地球人也忒狠了。你傻呀，他看着比咱俩还犀利呢。那你是说他是犀利哥？切，什么犀利哥？你是地球人吗？
我不是地球人，但我在地球上生活。喂，你去哪里？我回家。看见那儿了没有？那儿就是我的家。感谢人类制造出这么多垃圾，还有我的家。如果都像青山绿水一般，就没有我容身之处了。说的什么呀？叽里咕噜的，好像挺有道理的。哎，你听明白了吗？没有。我也没明白。嘿，飞船！啊，飞船！我们的飞船！哎，飞船！哎，飞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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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女王，女王陛下。帝舵，你的嘴巴怎么了？怎么变成这样了？女王陛下，他们在恶毒。我想回家。是，女王陛下，他们实在是太恶毒了。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全部杀光。我要报仇。对，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一起报仇。好，一起报仇。女王，魔腾将军呢？他去执行任务了。你们俩看看吉祥物。哇，吉祥物怎么会这样呢？这是你们两个研究出来的，问问你们自己。他体内的晶片呢？什么晶片？我怎么不知道啊？只是为了不让你给我抢功，我偷偷的在他体内安装的。好你个死胖子，你比他们还狠，毒你！我叽里咕噜，他体内的晶片呢？我也不知道，我是。哦，在他们手上。好你个死胖子！我知道我们的魔法为什么对他们没有用了。为什么？都是你这个死胖子搞的鬼！我叽里咕噜，叽里咕噜。飞船就剩一天的燃气，你们俩赶快把晶片找回来。怎么，你们敢违抗命运？女王，他们实在是太难对付。是，太难对付了。楼的颜色和它画颜色为什么不一样呢？是啊，怎么回事啊？哥哥，你画的画怎么跟那个楼房的颜色不一样啊？你心中什么色彩，看到了就是什么颜色的。我饿，吃货，出发。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等他们把晶片送过来了。哎呦，这是什么地方？死气沉沉的。死气沉沉才安全呀！啊！哎呦，对不起，女王。哎呦，我是故意的。不，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有意的。嗨，女王，你看他啊，说都不会画的，真笨。什么叫说的不会画了？我刚才是话都不会说了。台词是说都不会画，台词，我呸！
我呸！好了，我呸！哎呀妈呀！我英雄一时弄得我一脸口水。这个地方今天不营业，所以才安全。女儿，这不营业跟咱们拿金变有什么关系啊？你笨呐，说你纯家不相信。吉祥物在他们手上，那个晶片跟他是息息相关的，只要我们按兵不动，那个晶片自然会被牵引过来，到时候我们就会瓮中捉鳖。哎呀，对不起女王，哎，你真够蠢的，还是你发明的？你蠢，你这蠢，我才不蠢呢，这就是我发明的，你才蠢呢，你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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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啊，我蠢，你蠢，你蠢，你们才蠢呢。好了，敌人说的没错，我们走吧。还吵呀，走吧。爸爸，你的爆米花哪来的？这是秘密。三角水晶怎么样了？怎么回事？他要带我们去哪里呀？出发。Hey,
谢谢。哎呀，大蒜头，谢什么？快，快让给我，快点。还是您厉害，女王。啊，女王！我把你们全部杀死。啊，好，大蒜头，女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疼！女王呢？魔腾，敢背叛女王，我跟你拼了！没有人战胜我，整个宇宙都是我的！大蒜头子，大魔鬼！整个宇宙都是我的！走，走，快走！他不是大蒜头，快走！哎，这什么地方啊？这是我的家，我的飞船。你带我们来这儿做什么？我要去救阿凡达。对，我们要去救阿凡达。不行，你们不能出去。我的飞船没有燃料了，只能出去，不能回来。那好吧，让我老爸给你加。97好友，向家道上，请家道上。打住！我们的飞船是不燃油的，而且在我们的星球加燃料也不需要钱，不像你们排出去的是污染气体，我们排出去的是氧气。不管有没有燃料，我们都得先阻止魔腾救回阿凡达。不行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你们的女王已经被大魔头抓起来了，你都不敢去救。你算什么外星人？你不快，我们开！对对，我们开！哎，去去去，我去还不行吗？耶！你这大魔头，我们不会放过你的，嘟哒啦，嘟哒，嘟哒啦！不要再喊嘟哒啦！我就喊，气死你，气死你，嘟哒啦！嘟哒。不知好歹，我也让你们尝尝鲜。你们人类自己制造的垃圾是什么味道？可恶的大魔鬼！班长，你这个叛徒！一个大坏蛋，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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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喂喂，打死他！加油，打死他！大魔鬼，大魔鬼，大魔鬼，大魔鬼！呀呀呀！呀呀呀呀！背叛了你，这些都是他制造的，是他们和杜鲁达拉打败了魔腾，救了你。谢谢你们和杜鲁达拉。你们为什么要毁灭我们的地球？这些都是魔腾的阴谋。不是你的阴谋，那你为什么会到我们的地球来？
我们拉丁星球以前和你们地球一样漂亮，因为我们肆意的浪费和环境的迫害，导致拉丁星球到处都是垃圾，以致星球要毁灭。我就带着他们四处寻找解救的方法，我们终于制造出解救拉丁星球的吉祥物，但不小心把吉祥物丢了。我不相信。老板，女王说的都是真的。那杜鲁达拉吃下垃圾怎么会排出这么多有毒气体？这都是魔腾搞的鬼。魔腾之所以能够得逞，也是你们一手帮了他。我们？是，没有你们制造出的垃圾，他的阴谋也不会实现。我代表魔腾向你们人类道歉，请你们原谅他给你们带来的灾难。杜鲁达拉，我们走。女王，可是我们的燃料已经用尽了，现在只能靠杜鲁达拉吸收这些垃圾排出的燃料送我们上去。好吧。爸爸妈妈们坚决地相信你们会排除万难化险为夷迎刃而解，在这里校长祝福你们，祝你们在未来的道路上星光灿烂，大放异彩，将来你们每一个学生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祖国的社会的栋梁之才。宝贝儿，来，你喜欢吃的棒棒糖。谢谢妈。这几天出去好玩吗？嗯，还好。你看你都瘦了。哎呦，幺幺，不要这样不高兴好吧？你要知道，行动大于成功。你是妈妈最疼爱、最好的宝宝，你是最棒的，是不是？来敬个。同学们，我们明年再参加这个活动好不好？好。加油加油。老师，对不起。我们没有找到第三和第四个瓶子。歪歪，你们已经找到啦。爱心和团结，谢谢。我们一块儿找到的。歪歪，我告诉你啊，老师这是在表扬你，你要继续努力，不能骄傲，永远是咱们家的超萌宝贝，记住了吗？知道了，老爸。我永远是咱们家的超萌宝贝。耶！哎，等一下啊，接个电话先。喂，张总，不好意思，你那生意我不做了，就这样。晚上请你吃饭。